你不会是一路跟踪我过来的吧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你的新搭档。这次合作，你得听我的。但是你得提醒你自己，不许耍阴招。哼，你是真的有暴力倾向吗？哎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以后不许动手，听见没？既然走了这条路，就要走到底。游戏已经开始了。他们不会手下留情的，我们不会。我要好好照顾他们俩的家人。今生我们不再是兄弟了，你们所有人的命都掌握在我手里。你不是很想知道毒王在哪儿吗？杀了他我就告诉你。对不住了，顾阳。